公司创造力。今天要收的第二集女生呢，就是凯乐。哎呦，在这边，这个蛮新潮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，往里面看啊，里面很多屌的东西。这一尊有没有？这么大只应该是好的，那我们先搬走了。这个我们 keep 住，我们把它 keep 住好不好？其实很宽敞，我们是员工办公室，然后这边呢，哇，感觉就休息室吧。这一区很屌，这一区一定要拍，介绍一下，金钟奖的讲座啦，荧光相向，荧光相向，荧光相向，相向，哎哎哎，哎，这个不得了，不得了，看过了，看过了。哇，超想要卖回去的。村上这个应该是小猪的收藏吧。这边很多房间，我觉得凯乐应该其中一间。你去那间看一下。先敲。有人吗？有。有骚动的声音。有骚动。有骚动的声音。好，看一下，看。这样这样。先不要，先不要。先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种骚动。不要。不要吗？跟厕所哎。哇，那是骚味的味道。不是骚味啊，对啊。不是骚动，不是骚动。这边里面有个神秘空间。还是门打开的。骚动。门打开的。门打开的。小猪下面有声音的，我想看一下。很潮，这办公室，哇！哎，哇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好了，我们就走，走，走，走。很打趴，太兴奋了。将取代 CTO 的中年男子团体，各位。他练我的歌，舅舅，舅舅。因为刚刚凯特在练舞，对不对？对，刚在练舞。去练泡泡糖的新歌。哦，那盖不上有带泡泡糖？怎么可能那么巧啊？哦，你看一下，我真的有泡泡糖，哇塞！你们是不是想要取代号角小姐？所以我们今天想说可以跟凯乐学一下这个舞蹈，可以吗？可以教，可以教我们吗？拜托，当然。老师，右边，左边，左边，对。你有擦吗？都没擦，是不是？不是。5、6、7、8 chewing chewing gum like chewing chewing gum chewing chewing gum like chewing chewing gum。哈哈哈哈哈！有绕的，我觉得有点绕着。哎，刚刚蛮顺的哦，到这边我是扭到，没关系的。好，那这样讲，反正我们今天重点不是舞蹈，我们今天只是要收你的包包。怕了吧？吓到了吧？好怕哦！怕这样，胸罩先说啊，刚亲是没有的，你知道吗？突然要收包包，因为我们这个单元是要收集名人的一些失误，现在就要看凯乐的收藏。好。就进到最关键的环节啦！哇，里面呢有什么东西？手机还好啦，还好啊，这个手机啊，还没换到最新的，就比较对不对？口罩，对对对对。粉饼，哎，这个护唇膏，这个护唇膏，蓝莓膏，上一下那个黄金传说的配乐，哒哒哒哒，没事，没事没事，尴尬了尴尬了尴尬了，哇，反正这个收藏也太怪了吧，这是收什么？哇，等一下，怎么了这个？怎么了这个？来了你，他很无奈，他很无奈，你知道吗？他很无奈，他很无奈，啊，不违和，我们看镜头，来，不违和，哎，很可爱，超无奈的包。这不是我的，就被陷害，就被陷害，可能有。好，我逃跑，逃跑，逃跑。他怕下一个又被陷害。那接下来应该都你的了吧？对吧？没的吧？对啊，那个接下来应该都是我的，是你的吗？是我的。哎，尴尬了，尴尬是。是谁？是谁？凯乐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拍立得，前几天你不要这样哦。就跟你说，哇，凯乐，你是阿星的粉丝吗？怎么会有这个东西？其实是我自己放的，哇，很稀奇耶！我还自拍用猜的自拍的，玩笑玩笑玩笑，三个梗，三个梗。然后我就是会放一些什么防蚊液，因为很容易被蚊子咬，然后带些牙刷。哦，哎，这好酷哦 ，Supreme 的牙刷，对，这个专业的专业。可是这只是新的啊，你还没用过。这个是老板放在公司的，就是公司的艺人。怎么那么好？所以我和 CTO 都可以玩。换我了，换我了！耶耶耶耶耶！返回一城，我们哦，真的从隔道天网这样。哦，然后老板除了有摆这个在公司，他也会送我一些东西。老板送的，我巴斯 logo 哎。这件是我最喜欢的。你这件现在吵架非常大。如果一些小物啊，你要怎么样看起来好像很会打扮，就是你问
重要，讨论到在。然后刚好在上面有。哦，这是去年的吧？去年的这样。对，这个好。其实我刚刚发现，除了 Subway 之外，凯乐也有个东西非常多。什么东西？就是美少女战士相关的。没错。哦，你自己在收藏这些东西。是美少女战士控，你看这水笔也要。超多的。这个你知道是什么？这是口红。是。其实它是这样做啊，但是你插电之后，它就变一个吹风机了。是真的。哎，不好笑，哎，不好笑啊！我这还有一大字，大字，大字，大字。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雨伞吗？你有用过吗？马上变身了，我没有用过，舍不得。然后这个折叠伞也是，哇！还有戴上去就感觉变身，可以戴戴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阿万戴一下。我模拟凯乐，你要抱着，对，幻想平常是这样贪婪，他脸，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小丑，我脸贴凯乐。看电视，要看哦，电视在哪？然后你就是这样躺在这里。不要说，不要说，不要说，对对对，快快偏掉，偏掉。不要幻想他可能。不要说，很多双哎，乔丹的。因为我的第一张专辑就叫九等，然后所以老板就送我一双乔丹。哇，很爽的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觉得很开心。然后，而且这一双鞋只要穿出去，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男生都会看哎。一定的啊。然后我人生第一双九等就是十一代，所以我非常喜欢十一代。然后这一双是台湾那个时候没有。哇！而且这个很难买耶，我经纪人上网一直帮我抢，它金饰它是可以打开的。哇，它可以展开，可以打开，哇，展开，超级可爱。对 ，H&M 保险套。哇，超级可爱，金饰哎，你看后面这个，没事，怎么摸到笑起来？没事，为什么这样变态笑？没有啦，因为我就做很好啊。刚刚那个墨镜，你就没有那么大反应。因为它这个做很精细，这样是不是很漂亮？值得买，值得买。还有一个我一定要介绍一下。这个东西哇，这个包装袋不简单。这个腰包我超级无敌喜欢，而且那时候有够难买，就是才会跟你乐福的超难买。所以虽然它的容量很小，还是硬买的。如果你随便乱穿什么 T 恤，很糟，搭上它以后就是吓到。吓到变明星，没错，不是本来就明星啊，整个人在街道上直接发光。而且迷彩色超难买到的，我记得当时超高。让我们这个单元阵地就是强奸的市场，把它占为己有。我们就这么坏，好坏哦。哎，卡乐啊，那几个啊，我们各挑一个，然后你决定看能不能送。对，好啊，我们挑，因为建议是挑一件比较中性的。鞋啊，潮牌的。拖鞋拿东西吗？啊，不是，是。这个穿得下。可以啦，有女生独晒下去了，晒下去了。哇，这个不很可爱。这一件，你说这一件是不是？这是我老板送我的。啊，好啊，那不行，那不行，老板送会很生气，会生气。哎，这个是还是中控专辑？中控专辑也可以啊。中控专辑好，改掉发声机了。对，我觉得这个牙刷也可以，因为牙刷蛮实用。我刚好没有用过。对。那你可以，用这个可以吗？那这可以吗？我不勉强你啊，我们不勉强，那你不答应，我们就不收工。这是勉强意思。啊，所以 OK 吗？真的，真的啊。这个牙刷，凯乐亲自左右 Supreme 牙刷，怎样刷要被男生看呢？你说我真的刷吗？不要，这样刷的。哦，不行，一定要这样刷。哦，哎，你很懂。刷下，但这个刷会有血。刷下牌，对，这是下牌专用的。懂潮流，懂潮流，懂刷哦，懂刷，懂刷，对，好，主要怎么说？那我们今天就送这个好不好？耶，感谢凯乐。我的新专辑《恋爱泡泡糖》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。非常感谢凯乐。然后我还有那个一笔签证过来，我懂，宣传一下，大张越大张。线上，好不好？大家一定要去哦！我们谢谢今天凯乐当我们配音的嘉宾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